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刚子哈，好久没来废品站了。这段时间啊，很多粉丝给我留言让我来废品站寻宝，今天我就来了。然后咱看到了一个宝贝，今天来了，长时间不来啊，这就能收到一些之前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。这有啥玩的？你看这个大家知道是个啥吗？它是一个风扇。风扇没翅子吗？没翅子，它还叫风扇，这叫风筒。能用啊？看看是啥原理啊？咱测试一下啊，咱插电测试一下这个。这个东西啊，哎呀，这个打印机嘞。这厉害了，高科技。找了吗？看了，找了哈。往着的，这是，哎，凉快吗？呼呼的，还真是挺凉快的。还真有风来，哇，风从哪来的？这里，从这个小缝里来的。哎，你别说，它这个风比较柔和，对，不像风扇那么硬。对对对，像柔和，还可以加档。嗯，最高风力，也行啊，这风。可以，就声音大的，你打出去它比那个带车子的小，声音啊，嗯，它可能风扇从这了，听吗？嗯，风扇从这了，然后从这出风，它肯定是得有翅子，没翅子它怎哪来的风啊？神奇，那不有风吗？有风，这个不卖了，这个，嗯。风不小啊，挺好啊。嗯，国产的吗？飞利浦的。日本的。飞利浦是哪里的？日本啊。五角风扇挺好，能用，非常的完美啊。这一个惠普的打印机，老式打印机，有年数的了。这确实，因为这种呢，它这种这个墨盒太麻烦了。嗯。这个，这个也不知道行不行，这种东西啊还是比较容易坏的，这个东西。对，嗯，这是啥？战鼓。战鼓是啥？重低音啊，低音炮。啊，低音炮，汽车上的吧？不是汽车上的，提着。嗯。不是这个支架。嗯。这样支的。啊。嗯。看。音响，这是个低音炮音响，不错，这样放的，啊，嗯，再说这音响啥的，我听不了这个，我一听这个东西，就觉得吵得很，音乐我听不了。发现啥好东西了又？这是一套，哟，电脑吗？电脑，不新的吗？显示器，主机，哎呀，这个键盘、鼠标都有。哦，这套这可新了，正新啊。全套的，对，挺新。插电，给大家试一下。不搁电。没坏。嗯。它出半屏了没有哈？嗯。我刚才看出半屏了没有？全屏。什么无线充连接？这半屏啊？嗯，坏了，下面那层坏。刚才是从这来的，刚才是。嗯。你看一下啊。左手一纸。你重启没坏。那这怎么说？嗯，但是它这样就坏了。那这也坏了。嗯。可能坏了。嗯。没坏一般不卖。对。
要不坏的话，这么一个显示器能值100块钱啊。嗯。是吧？嗯。新的，新的好几枚。这是录像带。录像带啊、嗯，录像带放音乐那种的是吧？对。我以为是那录音带呢，放歌的。放歌那叫磁带。对，那叫磁带，对，那叫磁带。这是个电陶炉。便携式电陶炉，就是放那个，就一个小的电磁炉是吧？嗯，电磁炉。嗯，厉害了，啥都有。朋友们，今天找了东西不少，因为长时间没来了，收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，就多。然后呢，如果每天来的话，它就比较少。好，这个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朋友们，看在野河里打那个野生鲫鱼。我天，太漂亮，肥美啊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刚子哈。今天咱找了一个河，这个河呢是个，很多苇子和蒲子。这个河应该是有鱼，看着泛花。然后呢，咱打几网看看啊。好久没有打着网了，好久没有打着鱼了，那咱打几网试试。因为一直找不着这个有鱼的河，咱就今天转转了。50公里吧，差不多有。哎，刚找着。咱在这个桥头，这个桥头一网，那个桥头一网，正好，两网够吃的啊。看着里边那白条挺多的，其他的鱼咱不知道有没有。这里边按说是应该有那个大黑鱼之类的，像这种带蒲刺的地方，大黑鱼。这个水中间。我操，这网技术不行了。不是，它有这个台子，不过也行啊，网口。啊，这么浅啊？不浅，得1米2米水啊。有动静吗？没有。哦，老干净了。漂亮了，这一网，这一网应该办事了啊。这边比那边深。深吗？现在出水。没动静。但是水很干净，就是没有泥儿。同样也没鱼。好，这一网还不是一无所获嘞。好，还有一个收获嘞。哟，收获一个河蚌。好，打河蚌。有珍珠吗？的皮儿。咱从这里拾起网来，上那边打一网。那边没法拾网，因为那边全是树叶子。看。秋天落叶哈。看朋友们，你看那杨树叶子。我们这边叫刮了叶子啊，在农村的时候，像这种叶子都看不到，都被人们回家当柴火烧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有点叶子，嗯，都花了家去。可以啊，必须的，那是。再来一网，我操他，咱满是叶子了。不要紧，那个只是浮云。哎呀，漂亮！这一往下扣上，正打到个边儿。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了，这顾着不远吧？没使劲儿，看来个远的，这往给大家来个远的。谁来的是没有？好家伙，这往真带劲了啊娘！我操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哎呀，慢慢的，这是鱼还是啥？原来打鱼就打的这里全是鱼，上下贼，和椰子一样。哎呀，贼不动，这不选贼了，挂在上面小的不贼了。这是贼椰子，这才是真正儿八经的户外搞野。再一次进山，厉害了，这个地方有鱼花。来一网哈，嗯，板板正正的啊。拾起网来了，要想扔的远，咱就拾网拾的低一点。来。
我天，大火，大火呼弄一下子了，这又打的，看高手啊，漂亮，不好撒着，就是不好撒，一样整口准。刚才那个蹦起来的大火太大了，刚才蹦起来那个不是水鸭子，是鱼啊，也急，刚才那个是鱼，正好打到钓鱼窝去，你这样吗？石头吗？有吗？那敲头的能用。朋友们看这个钩链，一看就像有鱼的，非常的安静。从这再来一个，从这里啊。这地方你看吧，泛滑。泛滑。这个地方好撒，这我撒远的。嗯。拾起网来，这一网给它干一网漂亮。哦，漂亮！这一网如果说不中鱼，真就对不起这一网了。打开了，它这小白条是不少，你看绷着呢，小白条不少。捞肾了呀，这个地方还。很肾啊！但是咱网有点大，小白条打不着，就是打鲫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黑鱼。那也行。看出水啊，到边上全是苇子，这好像苇子根儿啊，还是没有啊，也没有，不应该啊，鱼可能都从那苇子边上了，就那铺子边上，它撞的铺子洞了。这中间可能是差点水嘛，没有呢。中活了吗？中全是嘎了皮。我天，哎呦，这厉害了！说不中活吗？还真中。全是嘎了皮。中的这活，很硬啊。很硬。朋友们，我打了多少网？都忘多少网了？十来网了吧？还有没拍的那种？没打着。找不着打着鱼的鸟了，朋友们有那个，打鱼的好地方给我推荐一下。不是不想打鱼，是没有，是打不着，光打着这是硬货，宝贝啊！光打这个，太气人了。好了，这视频到这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